你这是为公司想啊！如果这是个圈套，你可就把公司害了。合同上写着呢，只要是咱们按规定时间把油料给送过去，人家就给结账。之后的压榨销售跟咱们都没任何关系，就这么一点事儿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行，那你说的对啊。第一批你上哪收的？时间这么紧，你上哪收的？隔壁福田村啊，人家卖香给的价儿这么高，咱们可以多让一些利润给那人村民吗？行，那第二批呢？第二批咱得自己挣了吧？人家明年5月分区要，啊，咱们得赶着种子下地，这在哪块种，谁负责，这都是事儿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这种了大半辈子地了，这一入一当股东你就不会种地了，怎么？这跟种地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是觉得这里边还有别的事儿。哎呀，你就是婆婆妈妈，我怎么就婆婆？别别别别别别，别吵。喝点茶，顺顺气。喝什么茶？换酒。不是你都是邪火，别擦别人身上。我怎么就擦别人身上？没事没事，喝酒这不就是喝酒？哎，等等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合同的细节没有问题的话，这是个机会。因为毕竟他们把钱一结给咱们之后，咱们就能用这笔钱直接投入到茶籽油的宣传和销售当中去了。正丰公司刚刚起步，咱们没有理由把生意往外推。对，那我就说两句吧啊，这个钱向东啊，就钱向东这个人呢，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这一点不容置疑啊。就正像刚才这个谁高老跟那个张强说的，这因为咱们公司刚刚起步，还需要很多的销售。说的直白一点，我们做的是生意，不是交朋友。是啊，包家文，我没有。就是。有一天呢，在跟这个钱向东，我就说过入股的事儿，他当时是犹豫的。当然犹豫了，换我也犹豫。这入股意味着什么呀？就让股份分钱呗。这钱向东傻吧他？这全国的茶籽油销量都是走上坡路，人家就想自己当个庄稼，而对咱们而言，这不就是想扩宽咱们公司的销售领域吗？反正这事儿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。嘉文。这事儿值得一干，你相信我。怎么相信你啊？拿什么做保证？拿我在正丰的全部股份行吗？那他跟你提入股，你怎么说的？我当时就把岔打过去了，我肯定不能入啊。下次他再跟你提入股的话，你就答应他，损失我全都赔给你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包家湾不可能拒绝我。你想啊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销路，我借他几个脑袋，他最多也只能想到我会在合同做手脚，而恰恰咱们的合同是最值得推销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不对啊，怎么了？安总的情绪跟平时不太一样，我觉得不对劲。OK， 你找我什么事？哎，他怎么了？不行，你聊吧，你俩说说可以，行吗？来，哥，你还有事儿啊，包总？不是你不能这么生气，你们俩都是为公司发展好啊，你生气干嘛呀？那么还有那个什么，哎，娟娟她不能回那个福田村了，太晚了不安全。这样吧，你让她上咱家住吧，住春丽那屋。然后她明天还给乡亲们结钱呢，然后我还得跟张强聊聊电商的事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太麻烦了。走吧，行，快点去，快去，去，赶紧走吧。那行了，那就那茶籽油那事儿你就去聊吧，谨慎一点啊。行，放心吧。明天说那天气预报可能有雨啊，你告诉乡亲们把那个油茶捆要看管好了。好，放心吧。那行，我去睡了。嘉文哥，你也早点回。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哎，拜拜。电商什么事儿啊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儿。嘉武哥，不用劝我，别生气。
我是想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呀？今天下午副镇长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你是公司的人，谁也不能看你受欺负。其实下午你没必要陪他唱戏。可他毕竟是副镇长啊。副镇长怎么了？你还怕他呀？怕，我当然怕。我怕他对咱们公司不好，我怕我连累大家。下次别想那么多了，公司还有那么多爷们呢，谁也不能看着你受欺负。走吧。你想说的就这个呀？对呀，你所以你明天你不要来了，你就在家吧，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爷爷的事儿我都放在心里头。是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挣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我们虽然钱挣到了，但我们又丢掉了很多的东西，就丢掉这个东西比钱更重要，是不是？是。爸妈走得早，我又是爷爷一手带大的。爷爷现在老了，走不动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啊。那个等有空了，我带爷爷出去走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行，你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对了，那个明天我把那个电商计划再给你看一下。行行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早点睡啊。好，好了，拜拜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王大英，你有完没完了？你我没完，我当时怎么对你的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个臭没良心！我怎么了我呀？哎呀，彩英，赶紧休息吧。再说你这还有身孕啊！我睡觉吧，我睡得着吗？你问问他睡不睡得着？他人睡到我那屋，他心睡在这个屋。你放屁！那陈芊芊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啊？她黄花大闺女。我知道了，包家虎，你嫌我生不出孩子，你弄个凤凰大闺女回来给你生孩子是吧？小王，刚才彩英说的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她之前没怀孕。啊？行，包家虎，我给你弄我，你跟她生孩子，啊，我滚！大爷，你闹够！我没闹够，我给你挪我。彩英，行了，彩英，嫂子，赶紧上医院，快上医院，上医院，快上医院，快！彩英，奶奶来看你了。挺没用的，怀孕了都不知道。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我听见医生说的话，我以后怀不了孕了。别多想，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，听话。奶奶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妈就一直不同意我家家务。我嫁之前她还说，她说你以后嫁到她家，一进门就生个带把的，这样包家人都不敢欺负你。
所以我就争。我进咱家门看时我就争。春丽他们太优秀了，就怕你们看不上我。我这肚子不怀孕，我就觉得你们都瞧不起我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，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明白，奶奶心里全明白。说啥都晚了，孩子没了。奶奶，老天爷惩罚我，我没有孩子了，我再也没有孩子了。好孩子，不哭啊。会有的，咱们会有孩子的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在我们面前，你们永远都是孩子。是我跟你奶奶对你们这辈子有操不完的心。你妈妈走得早，你们哥两个还有你妹妹，都是我跟你奶把你们拉扯大的。是。你们什么样啊？爸爸最清楚了。你们几个是爸爸的骄傲。是。不会吧？我看娟娟她不是那种人啊。我没骗你，真的。总之啊，庞彩英没有了孩子就因为她。啊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人家娟娟提早贪黑的也不容易。再说庞彩英那性格，确实没那么简单。我看也是。娟娟，用不用帮忙？没事，夏伟哥，我能请。哎呀，那个，咱们公司能请到这个娟娟呢，真是幸运。要没有她，咱们公司这个到年底了，一笔笔烂账啊，那最后损失就是乡亲们呢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嘉文哥，这个娟娟这么优秀，你不得表示表示？对呀，表示要表示。下个月我就给你加钱，只要对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，统统奖励。好，干活吧。谢谢你，谢谢我。好好干，娟娟，大家都看好你呢。是啊，娟娟，这公司啊，可都快要有你。都弄好了吗？回龙公司的车第一次来，要不然我跟着跑一趟吧。不用，还是我去吧。好长时间没跟程总见面了，跟他聊聊天。行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然后那个找一下钱晓东，还谈谈那合同。行，走。你俩路上慢点啊。这个客家红，客人们反应特别的好。啊，你说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啊？哎呀，客气了，要谢也是应该我谢您。
客家话还是攒在一起跟你二叔说的，或者跟安世老板说也行。反正这春秋桌啊，还得给我们当着也行。现在豆腐钱都放好了，哎，你来得正好啊。这个若兰这个客家红，哦，程总，茶叶的事情您就别说了。那个，您答应过我的，您成全了客家红，非常感谢您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正想问你呢，现在这个窦妃的销路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，客人们反应都挺好。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世纪城打算在城南开一家分店。啊，祝贺祝贺祝贺！我打算所有的窦妃都从你们正风进。哎呦，程总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程总，太照顾我了，太照顾我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您忙您忙您忙，谢谢啊谢谢。 有点意思，花生米，还是姹紫油炸的，这都能闻出来呢。来两粒，酥脆，香。 再来两粒，再来两粒。哎呀，我说大侄女啊，我这一口一个叫着你大侄女，真就两粒啊。有事儿求您帮忙，答应了的话，整袋的都给您。肯定答应，来来来来来。成交。我来。 香吗？哎呀，不但香，神仙过的日子。你炸这花生米，一绝。叔，其实这段时间我还挺感谢您的。哎，我被停职了吧？您一直鼓励我，安慰我，我知道好了人。您就是嘴上损，其实。
您就该叫包有德，这是名副其实的。姑娘，其实啊，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，真的。我给自己摆过卦，啊，那卦上显示的是我有五短呢。五短？妈，啊，吃人家的嘴短，啊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说话爱接人家的短。哎呀，我们老包家我这支儿，祖上的香火短。那还有一短呢？身材短。真的啊，你看咱村上我们老包家就我个矮。那说明聪明。说，其他的短吧我帮不上，有一短我能给您补上。哪短？香火短。您要不嫌弃的话，我能给你当闺女。真的？嗯。好啊！哎呀，想我包缺德，缺德了一辈子啊！到现在，我又多赚了个闺女，值！我们老包家我这阵儿香火续上了。叔，柯家红，您要爱喝的话，下了新茶，我就给您送过来。好，好，哎。你一说这客家红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最近你茶园怎么样？啊，还有，那个施继成给你结茶钱了吗？结了。哦，我猜呀，你是在施继成碰见包家文了。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伤你心了吧？哎呀，啊！不过闺女，我有句话一直想问你，可是呢，怕你难过，所以都话到嘴边上了，我就不好意思说。今天你跟叔说，当初签地的时候，你怎么变卦了？啊？我听家武说，你们跟人家正风想查一生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冯宝奎逼你了啊？我二叔是来找过我，他希望我领着大伙签安氏，可是我没答应。那后来你不是签了吗？是，一方面是我二叔手上还压着留守儿童，还有村里那些孤儿的救济金，还有另外一方面。哪方面？我希望他好，希望他旁边帮他的人比我好，也希望他自己的事情能办成。闺女，你这话说的糊涂。叔，你在村里人缘好，如果你能帮帮他，就帮帮他吧。包家文的事儿如果能办成的话，乡亲们都能跟着沾光。而且，我不希望他输，不希望他输给安氏集团。好，好，有你这颗心，叔一定帮忙。再说，还有这花生米呢，是不是？吃人家嘴短，拿人手短嘛，是吧？您这嘴啊，好像没有这花生米，您就不帮他了似的。帮帮，说吧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嗯，叔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和您商量商量。我发现安氏集团的基地有问题。哥，哥，好啊，小叔。哎，你臭小子，没事别瞎逛啊！帮帮你妹妹。我帮了呀，这不看夏雨，我特意叫他去茶园吗？走吧。叔，那我明天再来找您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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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您回去小心点啊。那我没事，你放心吧啊。好。哎呀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自己去就行了，回头你越帮越乱。不是，我帮忙怎么还落一脸埋怨呢？行了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。我有那么不中用吗？
你哪次帮忙能成的呀？我哪次没成啊？哎，这天都下雨了，你就不知道带把伞呢？小高，还是我说的，做企业不能畏首畏尾。在企业建设当中，需要注入你们这样的年轻力量啊！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啊！那就祝我们这次合作能够愉快。得嘞，谢谢钱总了啊！对，这两轨是对的，是推上的，音量还有输出音乐，这话筒的声音都从这儿了啊！这知道了哈。对，这个。看下一个。哎，这是那个跟钱小东的合同，那说好了。啊。这两轨是这个了。哎，那个今儿我还闹别扭吧？啊。他主要是看不上钱向东这个人，他认为他这人有毛病、有问题，他就是对人有偏见。哼，这位都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你们这摊就归你管了啊！哇，你掌控了电台台长，娟娟。这么大？对呀。这以后我要是读个文件啊，说个通知什么，直接一说，下面都能听见。听见助手，咱们这外面有喇叭嘛。然后这个很多时候你可以就你听说没有？那个安氏集团他们那油啊，现在准备上市了啊！他们现在倒腾品牌的事儿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你有闲工夫懂得上吗？不是什么闲工夫，这很重要啊，这个，这个咱们有了这个，咱们公司有了这个，你可以广播了。这外面这个所有的人来和那个所有的村民们，你们好，我们现在国家的新的农业政策，然后可以请那个市里的歌手来给唱歌，哎，可以那个娟娟可以唱个人演唱会了。啊，行了，包家门，那个娟娟演唱会的事吧，咱们往后放，我再说啊。我知道你想弄这些东西呢，啊，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乡亲们多点这文娱活动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不齐活了吗？那你弄这设备干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你知不知道这设备给咱们的公司运营增加多少成本？大叔，你这招香港旅游真管用，你看大门口，它没这么清静。开进去。好嘞。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好嘞，来，跟我来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注意，来。大叔，这样的化学原材料还有多少？总经理，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需要忘记，有很多事情一开始就不需要记得。怪不得安氏集团那边的茶籽油你不闻不问啊，这施一成给这么多钱呢？你要有用就拿去用吧。那你的钱啊，好好存着，别乱花，等以后嫁人呢，嫁妆越多，人婆就越高看你，记住了啊。忙吧，我走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这套设备将来会立大功的。你们没看到外面快下雨了？啊，这第二批油茶馆还收不收了？收来收去就我们五个人，下雨了这生意做不做？怎么五个人啊？不是应该有20多个吗？对啊，上周不是加倍金给你拨了4个人不行吗？都去福田村赌六合彩了。行了，你别停了，没事。哪20人是不是有那名单呢？把名单给我。在那抽屉，在抽屉。行了，你别停了，你先歇会儿，看碗都拿上。再喝点水，没事，我。哎，下班，今晚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跟我去干嘛呀？我一个人就解决了。你是做的太过分了。飞仔，那20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？去福建村买马去了。
我不是看那天快下雨了吗？就我们五个人收油茶果，我急嘛，所以就……所以你就发飙了不是吗？你这么大人了，你讲话能不能动点脑子？他哥刚把那个拐角酒的脑袋开了，今天又去砸人家场子，你是嫌公司事儿不够多还是怎么着？行了，哥了，现在不是埋怨废材的时候。要不我去找家五哥吧？不行，找家五哥不行。现在庞彩英刚刚没了孩子，要是让他去了的话，那只会火上浇油的。那我去找大白鹅吧。不行了，大白鹅也不行。你要女人打架找他行，可是这六合彩的这地儿，那是连自己闺女都能卖了的地方，更何况她是一个外乡女人。这样吧，我去找趟包奶奶，你跟若兰打个电话。今天去福田村了，这事儿虽然没在村里公开，可是咱村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不过说真的，我也不愿意去让你搞那六合彩。咱有钱，咱不如去入股啊。是啊，入股至少保靠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我也觉得那个六合彩是违法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和大家一起哄。哎，我就光想着凑热闹，哎，好像还真有点上瘾。没事儿，你要真上瘾，我帮你戒啊。你帮我戒？怎么戒啊？下次你要再想买马的时候，你咬我一口。要不咱多拿钱入股得了。我觉得吧，这要想发财致富呀，那还真就得靠六合彩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六合彩啊，在咱们村，别说咱们村了。就是在其他村那也是历史悠久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股份公司呢，头一遭，是骡子是马不知道的。要不咱再等等吧，反正人家也没什么钱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懂啊？你看看人家隔壁家，就买车又买房了，咱们家这么多年还开个破摩托车，连个车轱辘都买不起。我这买马不也是为了咱能有钱买车吗？其实少买点马，说不定咱们家好点。行了，你就别瞎掺和了。奶奶，哎，小点声。刚睡下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头有点发烧。奶奶，不然这样吧。今天晚上我留下来照顾他，您这两天也太辛苦了，照顾咱。哎，别别，我的身子骨还行，倒是你们得早点回家，这公司的活儿还得靠你们干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别，听话啊，我行。行，那个家人醒了有什么事儿，您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有事儿我打电话。回吧。那我们走了啊，奶奶再见。公司全靠你们了啊。放心吧。哎，少二。听说家文他哎，黄祖宗，小点事儿，刚睡下，睡下了啊！我听说他那个到福田村砸场子去了，人没伤着吧？没伤着，没伤着，就是有点发烧。哦，发烧了。哦，那没事，那行，那我先回吧，回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等等，我给你拿点酱菜。哎，那好。缺德叔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走走走，跟我哪儿？你帮我办件事儿。哎哎，什么事儿？快走快走。哎哎，去找拐角酒，再找彭振华。走走走，找他们干什么呀？你快去快去快去！哎，别啊！酱菜，酱什么菜呀？你婶儿给我拿酱菜呢。要什么酱菜呀？不要！别！走。酱菜，酱菜。
你看咱庐山变化多大，真是一块宝地呀！啊，外国大公司来了，又有了正风农业啊！哎呀，在我看来啊，那都是兔子尾巴，哎，长不了。说句好听点的啊，那叫过眼烟云，来挣点小钱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 那你认为什么是长久的？好了，姑，谢谢了，拜拜。啊，少喝。好。哎，你接着说呀。我那上家吧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是吧？就在邻村设了个点儿啊。 具体哪儿来的是真不知道，叫什么也不知道，反正熟人嘛都管他叫王小狗。什么？王小狗？王小狗？<笑>哎，我说，这名起的有点意思啊。王小狗，白角，白角，看。行行行行行，给你一个啊。你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呀？走吧。 这不走啊！行，改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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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送了啊！不送了啊！我发财了，这臭嘴，这又少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大白鹅家的黄金酒。 整瓶，叔，你就是及时雨啊！我们正想这口，你就来了，快来点儿！香啊，这酒啊，来，走一个。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！哎，跟我说说珍珠熊呗。珍珠熊啊，说，这熊呢，一般寿命可都不短。嗯，只有这珍珠熊才是最长久的。那我不明白，你们这个熊从哪买的？那不是市里边有一个珍珠熊公司吗？ 哦，市里有珍珠熊公司。对呀，虽然我这也弄了一个珍珠熊股份公司，但是不是宣传没跟上，那生意自然就没人家总公司好。哦，这看来你们还挺有点来路，是吧？哎呀，哎，我说叔，啊，我这听了半天你的意思，你也想弄那个呀？是啊，我想试试。 那你直接从我大哥那儿弄就完了呗，你费那个劲。是，我是想从他那进熊。我得闹明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你们这市里不还一个总公司吗？啊，我弄清楚了，将来我干这个，我也好帮你们推销，不是？是吗？啊，别说，太感谢叔，真心太感谢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虽然咱们包房两家有点矛盾啊，但。 您是好人，大好人，来，我到。叔叔，好人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这个总公司老板他姓什么？老板姓秦，秦，秦始皇的秦。哦，那您这什么舌头呢？ 跟舌头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没听清你。哎，他有电话没有？有啊，大伙，给叔。来来，是吧？这小子，你看啊，无力不起。来来来来，叔，您还真得多费费心，就是宣传这方面啊，您得给咱努努力。这你放心。 我能帮上的，我肯定帮。不过我可是第一次干这个，你们都得关照点啊！别，您是老江湖，不，您这个我还不新手呢。不能够，不能够。叔，您拿好，这是秦老板电话。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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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改一下。别介，叔，您喝一会儿，刚喝上。哎，不是，嘿。 这老头儿，你说就半瓶都不如给咱们留下。孩子，千万别多想，啊！嫁我，福彩英早点歇着吧。啊，行，给，都是谁？奶奶喝。哎，来，回屋歇着吧。啊，等等，有件事儿。
我想起您还有八成去。说吧。家武，哎，这两天照顾我，你辛苦了，谢谢。那他还不是应该的，就是谢玩意儿。咱俩离婚吧。亚文，啊，邱大叔。哎呀，秦老板的电话，你的几瓶酒就搞定。就邱大叔，你太能耐了，你说我得怎么感谢你吧？哎，你总是帮我。咱爷俩用不着这样，我呀喜欢你啊，我就喜欢你替老百姓办事的那热心肠。同时啊，我也佩服你，你看你现在这股份公司弄得是有模有样。我记住了你那天说的话，你不就想让农民有一种幸福感，是吧？让农民活得有尊严，受人尊重。我跟你说，这话特别受感动。不是，我现在想的是，我怎么去报答你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后半辈子酒我全包了。多少次问自己为何而来？是为了征服世界，还是为了爱？活在平凡世间，我有多少梦想？我只想冲破云霾，就让我热血奔放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从不懈怠，不知路上会有多少艰辛，我将不顾一切继往开来。云端上我看见一片霞彩，照亮我前路，照亮我胸怀。面对光明诱惑，自己变得渺小，只因为风雨阻碍。血奔放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从不懈怠，即使是